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呀。嘿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地图，叫做《谁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》。好了，玩游戏之前，咱们看一下手中的这个游戏规则。游戏规则是咱们开局需要用爪钩在第一关找到拉杆，然后把它拉下，进入第二关，再接受博士的任务，击败，不对，接受博士的任务，击败所有的毒液，获得拉杆，在上方放置拉杆，走到终点吃星星，谁就是真正的蜘蛛侠。我准备好了。好，各位各位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嘿啊！我被扎屁股了，哥哥。吃长条面包呀。诶，这边有个哇哇哇！狮王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里要怎么抓，把头抬得这最里要高，怎么抓咻！呀？好，过来哥了。哥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怎么我一了？下子抓到了好高好高。别掉，别掉，别掉，nice！哇！然后，这里抓楼梯。哎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上来了！哎呦，摔死了！天啊，我也是刚刚跟你一毛一样，从同样的地方、同样的配方里摔死的。哎，我竟然上来了，哥哥，快这快个快拉拉杆可以拿拉吗？拉拉杆拉拉杆拉拉我会杆！拉，哥哥怎么拉？哥哥，哎呦，要命了，要命了！怎么拉呀？这个我都找不着拉杆，哥哥。不是你告诉我你拉哎，拉，拉住了，哥哥，快点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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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以为咱们上不到第二层了。我怎么死掉了？抓，好，我找到没博士事，了。我找，哎他呦呦呦呦呦，博士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打你 的，怎么了，哥哥？我找被到博博士士了。打死了吗？哦吼吼，是蜘蛛侠，你回来了。通过我的研究，发现了毒液身上的特殊液体有很大的作用，它可以拯救世界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今天必须帮我把毒液的特殊液体给我搞到手。然后这边咱们接受这个任务，奖励的话是一个开关。我看一下谢谢你。这里该怎么上去？就，哎呦哎呦哎，哎小心小心小心！哎哎哎哎，我飞起来了，我飞起来了，我飞起来了！哥哥，你小心点啊，别摔死了，摔死又回到解放前呢。我还说你的时候，差点自己就被摔死了。吃那个，吃薯条，吃薯条，吃薯条，要相面信我包不们。管用吗？面包是加血啊，薯条它是减少那个应该是减少什么什么什么伤害掉落吧？伤害吧。可是哥哥，那个博士在哪里呀？我没有看到博士呀。我已经接任务了。啊，就是你接了，我们俩都能用是吗？对。好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，哎呦呦，他在打我。哎，我也上来了，我也上来了。哇，哥哥，我的脑壳和屁股长到一起去了。得找个有利的地点啊，有利的位置啊，不然的话，那个毒液会打到咱们。过来找我吧，我到这放拉杆的地方了。哎呀哎呀哎呦哎呦，得先弄到拉杆呀，不弄到拉杆，咱们怎么上去啊？等一下，我可是看一我下，到了拉杆的地方呢。先上到这里来，你往下打怪呀。我先等一下，我先找到怪，我都没看到怪。等一下，我先跳到对面去，然后抓。好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他好像没发现我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哎，漂亮，干掉一个了，特殊液体一个，两个。这边呢？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我被抓到了，他隐身了吗？哎呦，你是不是傻哟？怪在哪里？我真没看到，他隐身了吗？哎呦，等一下。不能走得太过，走得太过会被他打到。哎，哎呦，啊西吧，挡住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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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哥你咋了？你还好吗？你还活着好好的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，我上不去了，上不去了！哎，我打死了一个怪哥哥。别打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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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我！有他有爆那个毒液吗？不知道，我没过去捡。等一下，我看一哎，下这捡里。到了一个特殊液体。没拉中。
阿西吧。哥哥，我是不是在打你啊？哇，又打死了一个怪哥哥。哎哎，他打不中我。哎呦呦呦，手速没跟上，好气啊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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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好他们还好他没有那个时间限制的。对呀、啊，否则我们就早就狗带了。我觉得拯救地球的话，比如说地球，今天要拯救，可能十年后我们才能拯救的。哎，说出来，你可能不信，我被这个蜘蛛网一直粘着。我看到了，哥哥。啊！好，哇！好气啊！啊，我摔死了！好巧哦。嗯，好巧。为什么仇人撵在下面，我又得往上爬？好艰难呀！哥哥，我把毒液给你吧。哎哎哎哎哎，到这边就简单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想办法上去。哎呦，等一下，补点血先。吃个面包，吃个薯条，使不了，我使不了，嘿，我使不了，好喷，气不气？再跳，再往这边抓，好，上到最上面来，看一下这里能不能打到他。啪啪啪啪！一下回到解放前，哎呦哎呦，我这眼神。咋了，哥哥？我刚刚一下回到解放前，好气啊！哥哥，等一下你别跑，先别跑，我给你毒液，那给，要几个毒液来着？哎，两个了，应该要五六个吧？哎呦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拿爪钩抓就打着你了。啊啊呜！好巧，真的好巧。想个办法，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我又捡到一个毒液。啊，对，我刚刚又打死了一个，然后你们去捡，在那个中间那个地方。哎呀！我这下真的是已经回到解放前了，哥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我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什么仇什么怨？好，成功的掉到这里。好，剩下的几只应该可以被我解决了。这找准角度，啪啪，回上来，哎 ，nice， 干掉一个，这一个漂亮，还差一个，哼。啊！你打我干嘛，哥哥？这个打不中你的，好吧？你没打中我吗？那我怎么掉下来了？哎，这个角度，哎，漂亮，全部被我干掉了。我要上去了，哥哥，我要上去了，我要去捡便宜去了。哥哥，全部被我干掉了。屁股和脑壳子长在一起了，哥哥，你低下头看我一下。哎，没完成任务嘞，还有个毒液呢，还有个毒液呢，上面应该还有毒液吧？不知道，没有。他没提示我完成任务啊？没有吗？应该还有一个毒液呀。还有一个毒液呢？应该是看看哥哥，应该是要五个毒液。哥哥，你等一下。哎，漂亮啊！我吃到星星了。刚刚我眼瞎，拉杆明明就在我身上，我才是真正的蜘蛛侠，哼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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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？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。